大家好，我是道爷社杨素生，我是穆少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年夜饭要在除夕吃，除夕要吃年夜饭。但是呢，却有一群人，他们的年夜饭不是在除夕吃，那么他们是谁呢？我们来到了上海普陀区宜昌消防救援站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去感受消防员的一天，并且去看一看他们的年夜饭为什么要提前好几天，为什么要在腊月二十六这天吃啊。我们来之前呢，也向社员们征集了很多大家想要向消防员提问的一些问题啊。我们今天呢，就带着这些问题去问一下消防员们，顺便蹭个饭。走吧，走。他们站里现在只有一辆车，应该是三辆车对吧？问一下吧，不会已经出警了吧？第二辆车不是？王指导出警了，出警了。今天可是消防员的他们的除夕夜呀、啊。对，就还没有开始准备，就已经出警了。啊，就咱们刚才在这儿开始给大家介绍，还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啊。真的就是因为第一次近距离的走到消防站附近吧。然后会有这种感觉，一看到出警好像就觉得是有什么特别重要或者大的事情发生了。就是因为我们是来找他们的，就感觉好像和他们有了一些联系和关系，所以一听到他们出警了就会有点紧张。我们等一等吧。七八点钟，志长跟我说他们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太好了，那就应该没啥大事儿。哦，还有50米就到了。哇好高啊。我姓孙，孙玉。女朋友怎么叫你？叫我月月。月月。哇，好，社员的名字真可爱。月月。除夕饭前，先让月月带我们参观学习一下消防站的日常吧。它内功方面的话，主要的防范用具嘛，空气呼吸器，因为浓烟的话对身体是有害的，可以体验一下这个。这个多少斤啊？这个30吧，差不多这样。对。这里面是我听说是压缩空气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说一下，就是他拿过来给我的时候，我接手是没问题的，但当他一松手，重量立马就变了。你到底重量有多强啊？一般我们就是破拆手嘛，可能会力气比较大一点，破拆门啊什么的。今天你们出警也是因为家里的两个老人嘛，就岁数比较高了，年龄的话都是在90多岁，他俩在家里面门锁嘛，忘记怎么开了这边。这是那个报警器，就是我们这边打开之后嘛。相信是在30秒之内，如果是身就是没有明显的移动，就会报警。进入火场了之后，看肯定是看不见了，只能靠听声音。对的，声音和这个。哦。就因为如果是这个消防员在那么严重的火场里面，他30秒不用，其实就是要么就晕倒了，要么就受到了危险。对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要听声辨位。其实是保证消防员的生命安全。对的，差不多。你关了不就行了？关掉了行。希望他永远不要响。啊，对，关了不用跑了。你们平时日常的训练是在哪儿啊？操场，还有那个就是有健身房。下雨天的话，我们可能会组织登楼20层啊那种。爬20层的话，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？自备的那种钢瓶啊，然后就爬的话是1分14。还是背着钢瓶？30多斤，然后20层。对。1分14，对对，我电梯都没你们快，是练习惯了吗？也不算那么累，相当于也不累。为了直观让大家感受到消防员和普通人的体能差距，让穆尚和消防员比一下吧。
在我们不耽误你们正常工作的情况下，就能不能带我们多看看？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一个人可能就是不也不能独占这个，让我们那个一些其他同志过来也拍一拍，也上个镜。可以啊，因为今天我们过来拍摄，然后这位消防员小哥就是我们的社员，想让他的战友们也一起出个镜，看我们的社员就是这么好。为了让大家看一下普通的幕上和消防员之间的差距有多大，我们今天呢准备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比赛项目——负重跑，请二位到比赛场地准备。还挺谦让，有一第一啊，有一第一啊！嚯，我帮他带吧。我能把你跑到今天晚上不行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两个来回啊，三。二一出发！大家看到的是，出发的时候幕上呢就比人家慢了0.05秒啊！现在幕上明显落后整个篮球的半场。现在差距越来越大。即将完成。快幕上！冲啊！消防员已经到达底线，已经开始折返了。现在张兵已经到达了终点，赢得了整场的优势。哇，幕上！跑完了这个两个之后，我们看到了回来了。那比赛的获胜者是张斌，有什么悬念呢？这个两轮跑下来，我感觉到差距是越来越大的。我们先来采访一下你。感谢大哥给我面子。承让，承让。你还你让着人家是吧？你是。真诚，那没让我。不，还是让了呢，没准是。应该就是肺要炸了，就是那个非常高强度的，就是真的是肺憋得慌，就喘不动了。它不是体力不行，是你的心肺一下就顶上来了。还是体力不行。谁？哪儿？哪儿来的弹幕？那平时在火情的时候，就是穿这一身。对，不管距离有多远，你得拿着一身装备。直接冲过去，因为像是我们平常出警的话，就是穿这一身；如果是稍微远一点的话，我们也是咬着牙，就是往前冲。你考虑一下，我的恐高是吧？幕上1.9米以上就会晕，所以我长到1.85米之后就不敢往上长了。1.85米，他1.87米，您多高？这样说的我很尴尬呀，我1.86米。啊，你看，跟正合适吗？接下来就是1.85米和1.86米的对决，来吧。好，第二轮比赛的名字叫做《速度与激情》。这一轮我们将要比拼的是谁先从宿舍的床上到消防车上。然后为了这个公平起见，你就不用穿衣服了。真公平。好，两位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出发吧。鞋也脱了，鞋都脱了，什么时候脱了？没注意到，没注意到，我都没有看见。鞋有点乱，就是。心服口服，是不是？这个杆可以通，对，通上去的，通到两楼，还有通到三楼的楼。杆我估计也不止一个。警铃响起的话，有要求时间吗？我们要在40秒以内，就是穿好衣服，车都做好了。就无论任何位置吗？无论任何位置，包括洗澡吗？包括洗澡。在厕所也会那么快吗？也是。哇。
四，七，二，三。这个实打实混入到吃饭的队伍当中。看来大家都很喜欢吃面筋跟烤肠。这是上午带着我们去参观体验的孙悦悦悦，这是王指导，王指导倒叙拍摄。你好，王爷。对，还是很快。我就让他们拿点大盘子吃。已经走了一半多人，在干饭的话，基本上十分钟左右。就是这个同志特别有才，你看营区里所有的黑板报都看过了，都看到了，今天看了。这个赶紧下来。就是我知道，对，就是说以木上为单位，就是我叫木上，需要训练多久才能成为一个消防员？像我就这样，就这么样。你这样有可能被淘汰。训练之前要政审，政治审查，然后还有这些体能测试、心理测试、笔试，这东西都要通过之后，锻炼的时候呢，你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消防员，可能会需要3到5年时间，但是你这个发型估计第一步就要被砍掉了，不然的话，这个进了火场，这容易也容易引起火灾，这属于上完出来的，上完出来。那我们来之前，然后在网上也是问了一下我们的社员，看看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来问问你。行，每年的救火频率大概是多少？火灾的话，像一年一比较嘛，那整体还是上升趋势的，并且情况可能越来越严重和复杂。因为现在新能源车也比较多，油车的话，可能我们说看那个判断，10分钟内可能就拿下了。但是电池的话，我也不敢，它有一个化学反应。那可能我们第一步把这电池拿出来，然后再把它全部抛开，一点点的浇透，这样才可以。我都没有想过说这个油车、电车，然后油电混动车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。那像对你们来说，自己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救援？危险遇到过几次吧，就比如说爆燃或者爆轰，里面有煤气罐，能明显感觉到这个热就突然之间增大了。他也内功过的，而且这个火的话，它是有声音的，叫火啸，那个嗡一直在烧的。这人对一个人的心理是有很大作用力的，所以说你指挥员判断了，是不是先撤一下？有的时候会很长，有的时候可能就一瞬间，出去之后可能就发生一些情况。有的时候你先撤出去之后，真的嘣就喷出来了，就。说到这儿，就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社员希望呢，我们能够帮他们先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，也是我们想说的，必须要谢谢大家。消防员们过春节放多少天假呢？一直消防队都有一组，就是说别人过节，我们肯定要过关，只要是春节在，这个安保肯定是在，必须要保证全员在位。所以其实我们节目开始的那个问题解决了，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在今天过年？只要是消防队年夜饭，从来都是提前吃，就是因为到达这天，除夕这天必须要站队。不出警的话，备勤的话，我们会站到后备勤的，就随时能保证出动更快一些。能省多就是省多。对对对对。万一有什么情况，你早点到了，可能就把你救出来。我对这个感触特别深，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比较累啊，或者是觉得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，你刷一些视频的时候，什么消防员什么在辛苦的为我们作战，我们那你看这个评论有一大堆点赞或者什么，你觉得哦，原来老百姓对你这么认可的时候，觉得这份工作或者是这份事业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，你就觉得大家遇到点事儿都不是事儿。相信这个视频也会有很多人看的，而且也会有很多人点赞的。对，一定会有的。咱们这个站都是来自哪儿？哎呀，这只能说五湖四海都有的，但是基本上回家的话，我的话算是今年过年我2年没回家，也有好多时间就多少半年多了，半年多了是吧？我们有家属群的，比如说他发的一些短报，我都会在群里分享。那有家属给他点赞，那肯定他发来说，你看这我儿子发的短报怎么样？然后今天下午也是，我找一个专业摄影师，一般都会一年拍一次，就给大家拍个写真。我这个不
随着吃饭号响起，我们即将开始在消防队的年夜饭了。那我看那个纪录片《火线救援》，然后去年他们那个年夜饭呀，他们好像出了2到3次警，就饭都没有吃，吃一半就走了，吃一半就走了。所以希望今年能够把这顿饭好好的吃完，安安生生的吃完整顿年夜饭。大家等一会儿也可以在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把对于他们的祝福打在屏幕上，他们都会看得到的，好吗？好的，准备，大家列队进场了。那我们举杯，大家吃好喝好。好，坐过来，坐过来，别坐那么远。这杯是你的啊。那我们开吃吧。影响人家家财。我就看想看他们家肉。你像我这早点换。不行。他的嗓音。你刚刚被拿走。好吃，超好吃。没事。好，我就说。我们想做一就 nice。去年就没吃着这个，牛气冲天。对的。去年出警了呀，就是我刚看到这菜端上去，我就震惊了。结果出了2三井回来，这盘子都没了。今天必须得弥补一下这个。是很规矩，来，专业试一下。这菜一年，时隔一年之后，终于是牛气冲天，牛气冲天。这个菜是必须要吃的。节奏可以。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，快乐快乐。刚结婚啊？不要视频。还有视频。女激动你。等会儿对着镜头，等会儿对着镜头，喜不喜欢王美丽？喜欢。爱不爱她？爱爱吧。啊、哦，这个一定要剪进去啊！看嘛，对吧？365天，364天都是吃吃糖。妈妈吃糖。嗯，我妈妈也好吃。平平安安，平安。希望在2022年自己的一个比赛上拿一个好一点的成绩吧，什么比赛都行，必须得拿个第一名，不管什么比赛。对，看见了吗？我的新年愿望啊，就是想跟他结婚嘛。哎，也希望我们队的队友嘛，希望每次出勤都平安归来。我对自己也倒没啥愿望。因为我就是一个不会想到自己的人。希望大家在这个休息之余不要忘记消防安全，记得出门之后断电，那么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拨打119，我们会来你的身边。看好自己家的熊孩子，不要他们就是随意到处的玩耍，或者是闯街头什么的。希望大家能够给这期视频点个赞，关注道悦社，谢谢大家。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订阅我们，打开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最新影片，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和哔哩哔哩同名账号。祝大家天天开心呀！